按一只迄个跑板去顶一只红色的摩托车。警方带着女子来到机车行，询问员工是否牵走一台机车。哎，你上九零七，一啊，一九零七啊，我呀。哎，你还说不是？被人怀疑偷牵车，员工急忙澄清是车主本人通知要修才会移动。这时车主才傻眼，想起来，对啦，是自己请车行前去修，连忙先道歉。事发就在云林四湖，这一名女车主报案，自己的车故障停在路边，结果一觉醒来车就消失了，怀疑是被偷的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循线找到机车行，才发现是女车主犯迷糊，搞了一场乌龙。车行好心修车，差点变偷车。女车主车子故障，结果叫人前去修，一觉醒来却忘记了，报警之后害警方白跑一趟。民众因机车故障停于路旁，忘记有请机车行员工将机车送至机车行维修。女车主称，中午因为头晕不适就医打针，回家休息之后睡了一觉，对于自己发生过的事情全断片，没了印象，结果差点害得好心车行哀告，所幸误会及时解开，还给这个车行员工一个清白。 TVBS 新闻蔡宗林、廖凡一云林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